大哥，别把风二给宠坏了吧。这些都是我的时代，还轮不到您来直呼我的姓，不该打听。方兰溪面前的方长，兰溪属地，我如何退居其次，我都心甘情愿。别让风九知道啊，免得他又去凤儿那里说三道四。大哥不看看我的礼物，你送的总不会差，就算差了，我也行。胡闹！皇上，兰溪也是好意，母后这次想利用我来牵制兰溪。走，快走！只有我变成一个无用的残废，他才能死在了利用我的心。方长对兰溪就是想对他好，保护他。对，其实演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有趣，因为大哥我又不忍心骗他，他每次他被我骗完之后，他又是相信我的那种感觉，我就觉得很有趣。